更好吃，解冻好吃，烤过更好吃。来，去办后来，起司卤肉塔超好吃的，来100块，对啊，去办好，来好，谢谢，金兵的金兵的。来哦，我的黄金炸猪排又来了哦，这超好吃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没货了哦，这个超好吃。快没货，你好，你摆来款谁没货啊？这个超好吃，这个超好吃。瑞珍、瑞奇、瑞奇炸锅，没沙发。不用蘸酱，不用蘸酱，那边我不用蘸酱。我来，我来，两份给我。你买回来，你有容易就拆开了。这个如果你们可以的话，赶快拿个5份6份，拿个5、6份吞下。这个你们要囤的货，猪排不止好吃又厚。啊，我第三个我比你两百。这个你外面吃要这么厚猪排应该不多啦，要这么厚的猪排不多啦。我特你不多。你要这么厚的猪排，你可能要吃到那个一克800-900块的，还有这么厚的猪排。这是里面生的哦，你唔忙蒸起来就要吃呢哈，蒸一盘哦，来200块，200块真的好吃。来200块拢好吃。我这两礼拜几乎我那猪棚拢有出去的，好好吃，都有蒸起的，真正好吃啊，拢好哈，来好，阿要烧羹啊来。对啊，真的超好，超好吃，对不对？来，麻油鸡米糕，米糕对不对？超好，超好吃，对不对？来，别讲米糕，真的超好吃。来，我给你看，有杯皮，皮也较水。来，那个切片够无？切片够无？我很喜欢啊，过来，我出切片。来，200收起来。我花你百，来，你帮我花钱，我带你圣洁，然后快吃那酱黄鱼。来，200过来，来去包货，去包货上，全有选择来，麻油鸡米糕，来200块，最后两个客人的没有了，麻油鸡米糕，200块拢准备来啊，米糕袂干呢，你让老好收的，麻烦你，来箱子好了吗？好了哈、哦，来要吃小羹的来1000块，来1000块，为什么有花1000块？来你看好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花1000块。弄来。泡公公啊！我安只只只个两三百块、三四百块人，我是平时只个细只哩。来1000多，你有这种哦？来1000多，哦哟，最后一个了，第三只就赢1000啊！来1000多，你是跟单三位哩？哦哟，卖到得了，刚好来1000多。我等来1000多，几只？你该算了吧？啊！哎呦！喂！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笑哦！你好，快点！你看我，这套款呢？哇！这个明天也没有了。看到吗？这家两啊，这别叫安尼了几遍，你看人家偌济，我袂啊。给我啊！棒啊！你砍掉啊，冲啊位嘞！来1500嘞！来，好，谢谢，好吗？两间房。下来一下吧。你是1000吗？你是几人？我带找你去。哇，那两只是什么东西啊？龟头，我存你了。不能头，不能头，好不好？很硬了，我刷到，这边开过来了。真魁梧啊！来，阿明家好啊，我来买虾好啊，来。来个上面，大哥，来虾，来这虾上面，看大娘，无啦，不投啦，哎，别再讲，我白讲啊你，来海白多无买着啦，阿姨来虾啊，好啊来，我白讲啥头啦，白咩，你头搞滚啊啦，无头啊啦，无头啊啦，准备啦。人客又来，看到啦！我讲这一间，这边无货啊！这是波士顿，波士顿龙虾，它的鳌脚，哦，铁贡，伊的贡是不是做大鸡？我讲，哦，波士顿龙虾吼，一只龙虾，伊上好食就是伊的脚呢，啊，伊身躯吼无脚只甜哦，1650，波士顿龙虾，这样刚好1200。老要吃，爱买600，爱买500无？唔免，我讲过年吼，你甲煮下，可唔通过过年啊？这两天你若煮，你若炊嘛，都好吃。
他吹看嘛，他煮看嘛，真正甜，真正好食，两克免500，400-500，来300块。来两份给我。不是一克啊300，是两克啊300。来300块，你看人好食买两份啊，你去台北看，去台北看吧。这个外面市售一盒就超过300了，一盒就超过300了。我是两盒让你们煮哦，不是一盒哦。一斤重的波士顿龙虾熬红椒，来300块来，进来。波士顿龙虾。来300块来。哦，张华姐，你们有多少？大哥不好意思，那我找你嘿。来波士顿龙虾熬来，你看，哦，这么大只，你看，哇。卖完了，伊大细斤吼，拢无一定，但是一斤就是半斤重，两斤就是一斤重。两张500，一张500，来300块，够无？够吹？够一个，来300块，来波士顿龙虾熬。好，反正规条拢吧。来300，拢去了吼。龙虾熬来，等下你到时啊，等到你啊，到啊，好，谢谢，超得啦，啊，搁揢物件，对啦，啊，揢啦，来。来300块来，够上无给你来。最后两位了，没有熬了，这龙虾熬完了，我来外控了。好嘞，百克你们搞我边。来300龙王哈，龙虾熬，通通给了哈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这个不便宜啊。来，给腿摆，哎黑啊来。来，上来派，我请教你。姐姐们，我今日无查，安尼你用派好。来。有要吃大的来，这是海白虾哦。哦，过年搞，恁吃大虾来，买500块的，500块来，一半，给你三个，500块来，我一个金钱哦，等下，拄只要买大虾走未？我一定要发一份500，我开好。我若搁落价发落，同款三个人计了，一定了钱。一半卖三个人计，上少卖千4-5块，三个人计免500，来300块来，一人买一份的，买两份慢慢去，来300块。来大虾来，300块来，来白虾大尾啊，来300块，最后个一个人过来，来300块来，哎，这摆摆晒啊，啊，家己食嘛欢喜啊，哎呀，卖讲一定爱摆啦，啥晒了做吃，搁找人摆，来300块来，来阿哥，咱无买着虾无？这一盘只有卖三位而已，不要看，不要再看了，真的很大只，很漂亮。来300块弄完哈，好少哦。今晚礼拜卖无够呢，今仔人客较恁钱啦吼，来要食牛澳两只牛排，好啊，最后一箱啊吼，吃嘞哦，来要吃鸡腿排，这是牛澳两口味，非常的香，非常好吃，来一人一份200块哇，我吃不了，怎样好吃啊，我唔免去介绍，不是6只200，是7只、8只、9只、10只给你，给推摆200块来，在那边而已哦。来200块来，7个人给你哦。这边来3个、4个，我请你两个。来好啊。要买两份。来6个。还要搞哈？我唔知，你先去找。来我爸先找。500。来6个。6个。来最后一个牛二两没有了，最后一位了。7个客人，一个不是六几百几几块，来200块。给推牌最后一个人给一个10几块拿。来200拢总买了未？春酒两个两要吃，较好看嘛。来全部爸的七个人。来啊，干杯鱼多好。啊，搁买啥？啊，这也有哦。来刷过来，来物件刷过来。啊，刷好过来。诶，边啊一两放我扛来，你照你照我刷，我刷。我刷我刷。哎呦，啊，今仔下银拢无买着啦。哎呦，来来，跟我交换一下盘子。嘿，就安尼，嘿，对，黑银甲鱼皮哦，好，我甲吹者啊，黑银带你捧过来，若要食干贝500块，我来讲，免啦，真正大粒的原干贝，就用煎的，用烤的，煮汤随便你煮，煮火锅也好吃，免500，要食300块好，头家无来呐，一客买300，一客我请你，然后你来300块好，原干贝两盒哦，不是一盒300，是两盒300哦，这用煎的，用烤的都非常好吃。不用500啦，来300块来，一人拿两盒，来原干贝来300块来，你吃较紧嘞，来300块两盒再吃哦，来，别玩了好，来300块来原干贝，来大哥啦，来给你，来300块，等一下，来大哥找你来，大哥有问，来，大哥有问，谢谢，来原干贝300块来，赶快，你现在真行行的做好事啊，
来三百块，够有三百块了。来来，有啊，拢挂掉哈。阿德华修牌，好，干杯，两盒五百，两盒三百块，都有了。好，谢谢，来一豆哈。啊，收几万块啊？最高的样子。来，爱食三百一豆的。卡手干面的哈。去吧，虽然不是多大块，五百要食一豆的，三百块的。三分是吧？你到刚过多久？是啊。好，你今天把别个出出来了。来一桌。好啦好啦，别接收的哦。我起来。我知后边几分。应该是吧。来三百块。哎，几分啊？来，好，先生，我先帮你起来。好。七八万啦。嗯，一千五，一千五开来啊，人来人去，收不收？嗯。我好，两个人在收。来，五分的，三块的。三块的就谁啊？你？啊，不是啊，你。嗯。啊，今天家是啊，五百呀。五百，我有十几张。三个，每张是十斤，加是三百，是三百，这两个五百。那几个是？那几把钱喏？啊，买得起。啊好。来，上还袂走掉，讲。啊好。讲走掉嘛？还是钱要看对唔对？对啊。我这有两个啊，是啊，对唔对嘞？啊，喏。我这就少一百啊。我这咪千五。你拢走吗？走啊。你是多来上班？你讲伊无走。我有走啊！走的啦！后边阿拍，头前阿拍，走啊！下啊几号呢？你考验的，当面提出好。好，有啊。哦，黄阿姨你啊，我去上个厕所。虾仁了，虾仁。来虾仁，换虾仁了。来要吃虾仁了，不用五百了，来三百块，这边蛋我来当水饺哩。来要吃黑银的，来三百块我。来三百块，虾仁。哦，哎，有事吧？对，炒饭对，炊面。哦，来五个人去，我讲规盘五斤，第五个人去，足俗啊，免卖到五个，全部四个客人吃，一个人超过一斤重，来三百块来贵，最后两个，黑银三百块了。两个。全部买卖四个人去。三。哎，大哥刚来哦，来黑银三百。哦，好，来，来三百块黑银，够三百块了。最后一个人跟虾仁没有了。我进来找钱啊，最后一位了。四个客人都有了吗？虾仁，三百块了，来包这气氛。来，啊，你有减三哦，我不敢卖，你那个搞讲一万。哦，减二百哟，啊，算你哟，哇，哥上。A 量虾饼减。减二百，算你 A 量虾饼 ，A 量呀。欧耶。来，后礼拜来，你看袂到我袂接。Hello， 虾先搬来。哦，虾甲搬来。今日后礼拜来，你看袂到袂接，还是要搬唔搬？来虾。来虾子来了，不好意思，大哥来。谢谢。来，两号九班，一对。来，头前一盘就两号九班，哦，乌色的迄杯，这就是个两分。一杯有几块龙骨，头个只能三块，三块龙骨刷无啦。这块就头五只龙骨，五只石斑甲倒会开啊。所以你有钱甲买会到，买袂到。哦，因为你无肯买啊，只只石斑，毕竟石斑小贵个，尤其是虎斑，虎斑有够贵。来，有要食个来，即个开五百，开四百，等下咱煮空汤。古那你袂安称，古那好开，用遐汤来控埋哦。爸爸妈妈囡仔是大人食，做营养做好食。过骨头的，来要吃，免开五百，一盘你两袋就三百块呀，这两袋，你有要空汤的三百，来两百块来，好办的两块，少一个人去吃。你若最近有要等于旧厝老厝，看爸爸妈妈，哎，炸瓜菜等于空汤作战，来两百块，没人要坚持哦，头家走未？头家走了是吧？来，搁上一条哩，来两块两百块来，呜，好办的两块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很营养。我在非洲大陆的安哥拉观看你的视频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的节目。我闪好不好？啊，有安哥拉的人来看我的节目。来，冷爸过来。安哥拉的朋友哎、欸，哇，非洲的人都来看了。外面四个而已哦，赶快拿钱哦。总共三个。来，最后一个喽。来，两百块，三个碗。快给你们看。你都不知道你俩，无啦，我后边拢要送人啊，我后边无要留过啊。最后一个人客户啊，好办的两位。
腰瘦真正大。三个。哎，最后一个龙，龙骨，龙骨，哎，龙骨般的龙骨，这个真的很营养丰盛。来，免我办，免去办。让你们看一下。来，两百块。最好是让给两百。我在非洲大陆的安哥拉观看你的节目。这里我有多喜欢你的节目，安哥拉啦。哇，好好用的，不啦，做好处的。安哥拉。安哥拉要栽培吗？来上的来，拍摄吼。啊，你去这个。安哥拉要栽培吗？来，没办法栽培哦，不好意思，非洲的朋友，非洲的朋友没办法栽培到你们那边去哦。老板，你去老板那边，看你的手插掉哦，可不可以挨吼？挨吼。再来。挨掉哦。来，挨头前哦。两股。要收在几斤啊？每斤两百块。好啦，不啊啦，后抓去，后日摆去啦，不就不啊哈。来，谁啦？来，大把斤，小把斤，可不可以出价哦？来 ，A 量虾饼加二百，阿哥啥？来 ，A 牛 A 是啥？我哈给全百包好啊！来，开始，来牛二两鸡腿排，来刚才谁买的？啊，这帅哥哪个不一样？来，牛二两鸡腿排，来五倍，进来来，来最后减两百过来，九百，最后一位了。都没有，我装包，我装包，对呀、啊，安哥拉的朋友，有二两鸡腿排，大力呐，大力冲啊！你一看比今天看较戆去啊！你这种的真正，伊足水无唔对，唔过身体无好啦。有啦，你莫阁笑伤伊啊！蛤蟆，蛤蟆卖价。来，蛤蟆，今日炸蛤蟆是无？有哦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吓到你了。你今日有好啦，你看个小姐姐钓一款。哦，今日妈咪细粒呢，很漂亮呢。我讲这上这只大粒的，免买小粒，买三粒就好。啊，若要吃，金蛋鸡哦，三粒免两百，免到百五，一百九十八十，来五十块来啊，吃蛤蟆的蛋鸡哦，我今日来五十块，五十块来。你以为他们很笨吗？三粒要蛋五十块吗？无啦，你若无足戆啊，那你要知影啦，来五十块来。啊，鸡腿堡还有吗？应该还有，来蛤蟆五十。来，五十块不是三颗啦，那个三颗是象征性的。哎，你想鬼嘛？讲者好啊，你冰岛要创啥话咧？来，蛤蟆五十块拢有未？蛤蟆五十，蛤蟆五十，干，我三粒银行买煮的，讲这三粒咩啊？你话我做几好来？来，今日五十块一个，三粒我哩，拢有。三粒大煮啊，煮一碗黄汤，规家啊嚼到啊，来，十一个，五十的十一个。来，虾仁有三个客人买，今天美金盖出米啊！来，这边两位，来大客来。得得得得得。虾仁，来最后一个客人五百，黑银咩啊？存七罐，来三百块。阿妹妹黑银的动作快，来三百块，多了吗？虾仁，来谢谢。来阿金地包，阿过来卡拉鸡腿包嘿。来，我阿你哥要啥？你搞讲嘿。什么皮？哦，鱼皮，紧啊，吹出来鱼皮有哈。这样虾饼。啊，您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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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别别别，跟我啊，我啊，这种康辉 ，Thank you Kelly， 来，我是月亮虾饼，有你来这款威亚 talking about， 但是它比较大，而且你来这款威亚 talking， 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请你来两百块，来四百块，你来，我是月亮虾饼，来两百块，来两百块，为什么？你是 Chinese， 来两百块，来，快，快，快，月亮虾饼，月亮，姐妹俩吗？过来，要吃月亮虾饼不？有了哈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金地巴来，金地巴走来，老卤来，金地巴春节念嘛，还是够，拢我开好啊，拢我开好。一条百三，百五咧卖，我卖这两条，就爱卖你三百，找你二十卡紧。我讲免找你二十啊，你要只系三百块啊，一地五，你只金地巴真金无俗啊。你三地三百你买无啦？这地你去切过来，三百块能四地哦，恁一地全部八十块，真正好吃。我来金地巴，你对针对香对鸡蛋块，对炒菜好吃。来三百块能几条块？你几条块请你？先煮了三百块，会使做成的。来三百块拢我吼，金地巴，好来谢谢。来卡拉鸡腿堡过来，就这。你炒海边蒸海无啊？是不我妹妹？来要吃卡拉鸡腿堡，我全部背包进纳卡拉鸡腿堡，哎呀，本期双方做价，这样七八，我们七幺多七八三八，来两百块。
好，来，塔拉鸡腿堡，这一包我放两包。进来，进来，你开几串？你开几串？你开几串？你无啊？你无？你开几？开几串了？开几串了？哦，开几串了？进来了。进来，进来，通知包你啊！进来啊！我一包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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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里，来一场，一千块两分，来，够三百块了，卡拉鸡腿堡，要多少包？剩三包了。